欺人欺语，日事推文，何姐今日要讲一啲日事俾你听啊！呢啲系绝对系有啲搞笑味道嘅。三蛇，个个识三蛇，我哋三蛇羹啊，三蛇宴啊，或者搵三条蛇嚟浸酒啊，广东人最兴啊三蛇。我唔系讲嗰啲三蛇，讲戏班三蛇。点解戏班有三蛇呢？原来咧，上世纪五十年代嗰阵时好中意做套戏叫做《白蛇传》。点解嗰阵时做白蛇传呢？嗰阵做白蛇传咧话，哇，争取婚姻自由啊，系嘛？人同啲蛇都会谈恋爱噶，系嘛？咁啊，即系可以反抗啲封建势力嘅法律，可以封建势力嚟噶嘛？佢哋啱啱咧，解放后五十年代咧，就要提倡婚姻自由，唔准买卖婚姻，系嘛？唔准包办婚姻，咁啊好狠嘅。咁当时广州咧，好多个班都做，咁啊有名嘅咧，有三个班做，做白蛇传。咁啊，三个咧都做白蛇，边个啊？佢哋听下啦，有啲你哋识，有啲唔识噶。郎君玉嗱，一个韦少芳四大名旦之一，系嘛？一个咧而家仲喺度嘅小木兰，啊，后来做导演啊，叫做冯小娟。咁点解讲佢咧？佢三个人嘅体型又唔同，表演风格唔一样。阿小木兰咧又细粒。打武弹出身系嘛，好叻嘅。喂，啲人叫佢呢条铁线蛇啊，咁佢做白蛇啊嘛，铁线蛇嚟，佢细粒啊，又打嘢又成啊，铁线蛇打啦咁啊嘛。韦少芳一晚高大系嘛，又肥又大只，吓咁啊，佢原来个方面叫做军炸机，你谂下几大份咧系嘛，好。就叫佢做咩啊？大蓝蛇呢条系蓝蛇嚟噶嘛，所以系白蛇啫。大蓝蛇咁，仲有一个郎君玉个乜嘢啊？郎君玉咧话佢恶，你一恶啊，哎又做正人化蛋，哎又会反串，乜都掂恶啊，反铲头话佢，真声飙出嚟嘅咁，咁啊三条蛇，三桶唔同类型，咁啊嗰阵时咧响戏行好，喺观众好讲，哎。三蛇啊，咁三条蛇，所以咧到而家为止，系嘛？我哋见到阿冯小娟、阿冯导演啊，系嘛？我哋都叫啫，哎，同辈嗰啲叫佢阿蛇咁，我哋叫佢蛇姐，或者蛇姑，哎，嗱，戏班就系咁噶啦，啲粤剧啲传统就系咁噶啦，会将一啲啊生活好、工作好、戏班好嘅嘢，用一啲好好听嘅名称，将佢美化，系嘛？嗱。这个不是粤剧传统，戏与戏人咯，各位，拜拜。